尊敬的陈大师及诸位领导，尊敬的鸠山国家纲领及诸位嘉宾，尊敬的严会长、孙会长及诸位大德，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在这里举办庄严隆重的孝亲报恩祭祖大典，是一个殊胜的机缘。在日本，这样的活动应该是第一次举办，所以意义很重大。在座许多是我的老朋友，也有不少新面孔，看到大家聚集一堂，共同来参加这一项意义非凡的活动，我感到非常欢喜。以下请向诸位报告我一点修学心得，提供诸位参考。祭祖是一项优秀的文化传统，让人不忘根本，缅怀祖德，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举办祭祖的意义在于提倡孝敬之道。孝敬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普世教育的基础。所以祭祖大典可以说教导孝敬的一场普世教育活动。在这一次祭祖的主题中，孝亲是指孝敬父母，对于久远的祖先尚且缅怀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报恩，我们要报谁的恩？要报父母恩，报老师恩，报国家恩，也要报一切众生的恩。这种真诚的报恩之心从哪里来？是从孝道升起的。这是孝的推广，也就是悌道的精神。孝道从孝顺父母开始做起，悌道从尊师重道开始做起，孝道重在亲爱，悌道重在恭敬。父母给我们生命，老师给我们慧命，这两种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是同等的。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中文孝字是由两个字组成，上面是个老字，代表的是上一代，下面是个子字，代表下一代。老和子合成一个孝字，代表上一代和下一代是同体而不可分割的，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一直往过去推找不到开头，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一直往下来推，找不到尽头。所以孝的深意是这个宇宙无始无终的时间与无量无边的空间，整个是一体，是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在这个一体的生命中，每个人自信本有的父子有亲的情爱是原点，将这种无私的真爱发扬光大，去爱一切人，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发扬这样的体道，就能达到宇宙的和谐。儒释道三教典籍都阐释孝悌的真意，体现出孝亲尊师是德行的大根大本。儒家《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思是，君子凡事讲求根本，从根本上做起，有了根本，就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就是人的根本吧。孝敬被清朝雍正皇帝誉为化名陈俗之本，里头有一句重要的经文说：“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句经文的意义是真正的能够把孝敬父母、友爱恭敬之道做到尽善尽美，就会感通天地神明，四海之内充满道德的光辉，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孝悌所感化。佛家《观无量寿佛经》里的敬业三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达到佛土清净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诸佛教化众生的总纲领。而敬业三福当中第一福，一开头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可见孝悌是敬业三福的基础。由此可知，孝亲尊师是诸佛教化的根本。道家《太上感应篇》说：“忠孝有悌，正己化人。”意思是将孝道的精神推广到工作上，就能够尽忠职守。将孝道的精神推广到人际关系上，就能够友爱同伦，如此端正自身的品德，就能感化周遭的一切人，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由此可知，儒释道三家都教导世人要落实孝悌之道，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这三教普世教育的基础。
由父子由亲的情爱扩展到兄弟姐妹及朋友之间的友爱，推展到对一切老师长辈与上级的敬爱，再推展到对社会大众的泛爱，最后推广到对全球人类与一切众生的博爱。这是讲孝道的真爱发扬光大，以达到世界大同的基本的蓝图。不止中国的儒释道教导孝敬之道，世界上各个宗教都有关于孝敬之道的教诲，每个宗教的经典都阐释了孝悌的重要性。以下列举不同宗教经典里面的经句，仅供大家参考。圣经说，孝敬父亲的人必能补赎罪过，且能戒避罪恶，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孝敬母亲的人就如急需珍宝的人，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奉祀生他的父母又如奉祀主人。古兰经说，于从最善之门入天堂者，他必得令父母欢喜。犹太教经典说，不尊敬父母的子女也不会尊敬他。锡克教教典典籍说，背弃父母者拜神无用。巴哈伊教经典说，与上帝交流时能不忘为父母代求的将亲蒙慈恩。印度教典籍说，勿轻忽敬神明敬父母之责，奉母如神，奉父如神，奉师如神。由上可知，各个宗教都教导世人要孝养父母，奉祀师长。这也显示出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因此宗教的传教士要通过教学把宗教的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宗教教育就真正能够带领世界走向安定与和平。去年香港冬至祭祖大典，我们邀请了新加坡、澳洲与香港的多元宗教领袖参加，并上台发表各自宗教对祭祖的看法，让我们看到各宗教对祭祖都是持正面的态度，而且各宗教都很重视孝亲尊师，都有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教诲。换句话说，每个宗教都是倡导普世教育，而且他们的普世教育都是以孝敬为本，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代社会，倡导普世教育
是挽救当今社会危机的救命良方。西方世界如果能够恢复宗教教育，东方世界如果能够恢复儒释道的教育，社会就能恢复秩序，达到安定和谐的美好境界。关于以孝悌为本的普世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这件事，不能只是空有理论，必须付诸实践。从2003年起，每年我都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和平会议，在几次的主题讲演当中，我都向与会的大使代表们推荐东方传统文化里所提倡的孝悌之道，以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教育，确实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帮助世界达到安定和平。这些大师代表们听得很欢喜，但是会后有人跟我说，法师，你说得很好，但是这些知识理论是做不到的。这给了我当头棒喝，如果做不到，那我不是岂不是白讲了吗？我觉察到这是信心危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信心，对于实现世界和平没有信心，信心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怎样才能让他们生起信心？现在是科学时代，科学时代讲究的是做实验，拿出证据来，唯有做出榜样，拿出真实有效的证据，才能让他们生起信心。为了做这桩事情，我跑遍了许多国家地区，最后有机会回到家乡，提起这桩事情，家乡的亲友很欢喜，希望我就在家乡做这个实验。于是就在家乡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以古人留下来的孝敬之道、伦理道德教育来教小镇的40000多居民。原本我以为这样的实验起码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万万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就成效卓著。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招聘的37位老师自己先做到。我们先要求老师们用3个月的时间把《弟子规》里面113桩事情都做到了，然后下乡入户，到镇民家里去表演，结果感动镇民，主动愿意学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教育的要点在于身教，所以说文解字解释教的意思是上所施下所效也。
论语上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当我们的老师们做出身教的榜样，然后去接触证明时，他们也都对这样的教育生起了信心，愿意学习。于是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小镇的民风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街道整洁了，家庭和睦了，邻里和谐了，离婚率、犯罪率大幅度的下降。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老祖宗所传下来的以孝敬为本的普世教育确实能够起到端正世道人心的作用。2006年十月，我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办个论坛，就这个实验的内容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还举办了3天的展览。这些成果令教科文组织的大师们感到很振奋，有些大师还利用休假的时间到这个小镇去参观考察，留下来和谐社会、礼义家邦的深刻印象，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在当今世界仍然适用，而且成效卓著，除了上述为期3年的伦理道德教育实验之外，我们还举办为期7天密集学习的道德讲堂，这是现在还一直在定期举办的课程。道德讲堂也是以孝悌为根本，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伦理道德、因果与圣贤智慧的教育。短短7天的课程却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原本无力的孩子变得孝顺，原本贪婪的人变得知足了，原本粗暴的人变得和谐，效果很明显。我们也将孝悌的教育运用与企业，在企业推展家文化，整个企业是相亲相爱的一个大家庭，企业老板是大家长，员工如同兄弟姐妹一样，成为幸福企业。这种幸福企业分成8大贵母组，便于其他公司复制人文关系、人文教育、绿色企业、健康促进、慈善公益、志工拓展、人文真善美、邓伦尽分。其中的人文关怀不仅关怀员工本身，还关怀员工的父母与家人，尤其特别照顾怀孕的员工，给予种种方便，并教导孕妇须知的各种知识。其中的人文教育是安排员工学习伦理道德、因果等普世教育，让员工明白做人
做事的道理。目前新加坡已经有好多家企业采取这种经营模式，效果非常好。祭祖大典是提倡孝敬之道的好方法，所以《论语》上说：“圣宗追远，明德为后矣。”从前年起，英国伦敦和威尔斯都举行祭祖大典，由威尔斯大学校长担任主祭官。去年三月，澳洲图文巴举行祭祖大典，由图文巴市长任主祭官。有九位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参加。去年九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祭祖大典，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主祭官。今年四月，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合办祭祖大典，由新加坡教育部长任主祭官。新建祭祖大典越来越普遍，希望这样的教育活动能够唤醒人们的孝敬之心，进而大力推展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安定，越来越接近大同。祝福祭祖大典顺利圆满，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祝福在座每一位身心健康，光寿无量，谢谢大家。